你是不是低头族？你又知不知道长期低头会对身体造成几大的伤害？严重者会有头痛、视力退化、记忆力下降等等症状。OCMU Magic 魔术椅独创的低头族按摩程式，就好像真人一样的按摩，更可以灵活捻走肩颈酸痛，带走疲劳。生活有它就完整了。现在每日只需13 ringgit， 再送赠品。OCMU